所以还是多了，怎么好控制？没有，因为下一支舞我要特别讲一下，就是因为下一支舞是一个蛮特别的舞，就我很久没有用这种方式编舞，所以跟我以前的东西不太一样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。对，我是让你喘了哦。好，好，谢谢小飞老师。就是感情好，会来一个神救援，但是我没有忘记刚刚那个送果汁的问题，能不能猜一下嘛？前面的女孩们，猜不了。好，我公布答案喽。我要跟大家，我跟大家说，我是83的，但实际上我是1983。好，自己换算一下年纪，这就是跳舞带给我的美好。我的学生长得都比较像我爸爸了。OK， 接下来就是我们立中最后一支最特别的舞 ，Broadway。